那些年的自作多情。衣服好好看啊！哎呀，我不想穿了，我妈非要我穿，烦死了！这个姐姐怎么一直在看我？哎，那有啥？哎，你穿呗。啊，这肯定不好说啊。杰克怎么在这儿？各位，你表白吧。哎，就说说了，不要乱说话了。哎，本来就是啊，而且杰克平时就爱跟你搭话，而且今天你穿的这么漂亮。不会吧？什么？怎么了？你穿这裙子真漂亮，不会真的被我迷住了吧？哦，那个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哎呀，太着急了，杰哥。我是不是不想大学谈恋爱啊？我还准备在大学时候买点裙发给你试呀。我老师在哪儿呢？在想啥呢？给你拿了点零食。哇，是小文最爱的裙子作业。超最超浓郁特点是雪冬妈妈马。这个当当黑蔷薇大块曲奇也超好吃哎，巧克力味道更多更大块，浓浓黑蔷薇，巧克力老大爱住，一口学习状态加加加加分。那个我想问一下，哦，不好意思，那个辅导员找我。为什么老是躲着我？不会吧，在这么多人面前。咋不想杰克要被小文表白了？对不起，我大学不想谈恋爱。好的，对了，我女朋友的生日要到了，我想送这条裙子作为她的生日礼物，你把那个链接给我一下。嗯嗯嗯。有意的双向奔赴。姐姐你在看什么呀？猫哥啊，时尚界的天花板。时尚界的天花板啊，这里面的衣服也太好看太花式了吧。真的真的。小芬，你今天穿的好 chic 呀！真的，别叫我小芬，叫我是设计师。设计师？对啊，我长大以后要成为一名设计师。哇，这设计师要我去吧吧？不是，我在创作。哇，我们来看看你设计的作品吧。不行，设计师需要保密的。哇，我要上台。小芬呀，小芬，小芬，好吧，终于不开业了。真的很努力，我没追赶在你们能不能闭嘴啊，我都没有灵感创作了。真把自己当设计师装什么装？没有啦，我们是在玩魔法少女一回药水，看这个游戏可治愈了，不但可以收集全套骷髅牌，里面还能搭配上百套服装造型好看的犯规，你要不要一起玩？这件衣服是挺好看的，只是小姨设计了可多好看的衣服了，不会羡慕只适合小姨的游戏呢。小笨，我以后也要穿你给我设计的婚纱。你小笨的水平应该很难吧？对呀，小笨肯定可以的。等着看吧，过几天小帆又要换个爱好了。快点，就等你了。来了来了。奇妙的好奇心。结婚了，这是我闺蜜送给我的，我们一人一本，代表一辈子的情谊哦。一本正数而已，谁还没有闺蜜？你们就给我买个星巴克拍一拍吧，成功了。我真没钱了，我都给你拍奶茶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们每个人扣30分的泳分，看来必须启动我的零花钱呢。哎呀呀，谁给你送了星巴克，做一个喷泉吧。哇，你闺蜜真好。还有一张烫金唯美山地色卡，祝我运气看到了，好用心啊。你们都给我评论哈，好睡醒。你是谁啊？快点出呀！大家来分一份月饼吧，我吃完啊。哇，还是流心的，真好吃。是啊，这是我小姨在抖音中秋好礼自己给我上买的，感谢感谢流心月饼哦。奶黄口味，软软糯糯，而且一份多出几块油腻，还有新鲜肥蟹、酱虾、毛虾等各色团圆礼，无限满减，一键立减，选购起来又省心又超值。左滑进入抖音商城或点击评论区就能送出超值好礼啦。小范，要不要试一个？不要，我有闺蜜送。你的闺蜜放心，只能是我们新贝。怎么选呀？要吗你？新贝5.2，送月饼升级 S VIP 哦。年的潮流前线。走吧，快点，没人踩到我的 AJ 了，这只是最新配色，可不能把我的鞋打湿。有病吧呀！这样鞋就不会皱了。哦，鞋脏了。踩到我的鞋了，你的鞋必须对我的 AJ 道歉。对不起 AJ。啊！个个跟风狗。啊！小范，你们谁惹了我的小朋友？小范，出来吧！正好说我是假 AJ。小范，别乱管。别的小朋友有的你也要有，就是我在抖音商城上限时折扣9.9可以抢的 AD 钙，只需要左滑进入抖音商城秒杀频道或点击评论区就能抢福利，超多好物低至一分钱。还有多少东西？我到时候都卖掉。嗯，真好喝，身上甜甜的，都是我的鞋怎么办啊？我有办法。哇，
网上说捡一个男生最好的办法就是杰哥，我可以踩你的 AJ 吗？可以吗？他的 AJ 给我踩，居然让你踩他的 AJ， 哇，好羡慕啊！ AJ， 对不起。你的时尚场所，你看我有 XO 吊牌，而且我还有 XO 的水杯，我可是有他们的海报哦，好帅哦，头发好长哦，我也想要。哎，这个包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这包我家附近就有卖的，真的太好了。地下商场就是在地下商场啊，就这儿啊！哇，好上的商场啊！我每天都从这儿过哦。格子铺，哇，米可美包！哎呀呀！哎呀，快走快走了啊！你看是吧？就是这个，一模一样。老板，你这个是 XO 同款吗 ？XO 是什么？对呀、啊、，XO 都在我这寄的货哦。哇，是吧？是吧？那老板他们下次来进货的时候，帮我们要张签名吧。可以啊。多少钱啊？200。200。贵好奢侈啊！官方正品店肯定不便宜啊。那个人是 XO 同款哎，好洋气啊！哇，小芬，你家好有钱啊，背几千块的包。几千？你这个包可是名牌货。对啊，雪儿。与现实的差距。是他姐妹花，永远不分家，好令人羡慕的友情。我们俩的每个都住一起，我们要是能住一起就好了。那我们约定，我们以后要去同一个城市啊。同一所大学。以后的我们住一起一定很美好，天天一起玩。上厕所上厕所，又是刚刚上完厕所不冲啊，急死了。这还有不收拾啊？谁让我厨房又没有收拾啊？我等会儿再弄吧。就不能随手洗一下吗？跟朋友生活习惯不同，真交心，还不能吵架怕伤感情。为什么每次都这么晚才洗啊？我上班时间不一样，有什么办法嘛？我一直很想生啊，烦死了！有些朋友还是不要住一起，不然连朋友都住不成了。大家都是点外卖回自己的房间，这就是小时候我期望的和朋友在一起的生活吗？年的潮流前线。哎呦，下个星期要文艺汇演，我们班要出个节目。老师，我觉得我们跳舞，可我又是你们几个，我们应该打合唱，就会跳舞，打合唱，跳舞，还是跳舞。安心。你们俩能不能嗨撒实一点啊？那你说你有多高贵啊？模特，模特，看过维多利亚的秘书吗？没看过，没看过维多利亚的秘密啊？差不多了。小雨，把门关上。好的。所有人现在下楼去校门口排练走猫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踢台秀啊？真假的吗？男生站一列，女生站一列，男生昂首挺胸，女生脚。